2016年朱丽颖诞辰射击大典于17号上午在道顺射击馆举行，皇上与臣民欢聚一堂，同庆诞辰。道顺射击馆华灯绽放，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。戊时许，皇上一行步入庆典现场，全场响起热烈的欢迎声。皇上向大家亲切致意，表示衷心的慰问。庆典在欢快的氛围下，以热身训练拉开帷幕。活动中，皇上及爱卿以磅礴气势和娴熟的手法，射出充满威严的红莲之箭，将整个庆典推向高潮。庆典中，皇上强调，各衙门要从以百姓为本，以大局为重，充分意识到当前帝王威严与民生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立足百姓安居乐业，及早动手，综合施策，全面抓好与百姓之间的关系，树立高大而亲民的帝王形象，为巩固民心奠定坚定基础。关于本次庆典，反映热烈的民众说出了他们的心声。庆典在欢乐而祥和的氛围中结束，皇上一行在百姓的热烈欢送中离开了射击馆。本次诞辰庆典赢得了民众的一致好评，取得了圆满成功。爱卿英如及与贵人陪同出席庆典。